今天是我们奶奶生日啊，三八妇女节奶奶生日。这个是爸爸做的蛋糕，是不是颜值很好啊？这是个七。哦，真的耶！那小院把这个蜡烛给奶奶插上，啊。来哦！感觉一口气吹不掉。你不要分得太开。就这样。这里点火，奥运圣火，怎么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？要是外面的蜡要先把它化掉才能点燃。好，给奶奶唱歌了，奶奶70岁了啊，嗯，来唱，我们一起唱好吧？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祝奶奶生日快乐啊！奶奶许个愿。好。好。好。我把蜡烛拿掉，我们开始吃了。一个蜡马上就凝固。对呀。对，你蜡等一下可以挑掉也行，没。那咱们就这样切下去好了。看，奶奶把第一块给了小鱼儿，这块是我的啦。仔仔，你看，小鱼儿去拿一下调羹。最大。你看，奶奶给自己的最小。